大家好，我是科大电台小纪念剧团的中途机。今日我要向大家介绍小纪念剧团的所有广播剧。我有个男朋友点乜事咁文西啊？你睇下你啊，为咗赚奶粉钱啊，今年开 O T 空真系好惨，我点会唔记得噶？呢啲故事，呢啲广播剧，虽然讲唔出啲咩大道理，但系就非常之有亲切感，所以我高度推介小纪念剧团嘅所有广播剧俾各位同学细听。想跟贴我哋小纪念剧团最新嘅动向，请留意科大电台嘅网站 home.ust.hk/radio。25年前，咦？哇，好难喎、啊！切，你话咩愿望都得，系你咪吹水先而家。